主料玉米250克，辅料酸奶50克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玉米粒洗干净放进豆浆机，同时加入淡奶油和适量的水，按其运开关，等豆浆机将玉米磨成白色的浆汁并加热后即可倒出食用了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家里没有淡奶油的话，也可以用牛奶来代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